我宇文护哪一次出征，不是浮尸百万，流血千里？舅舅，舅舅，来人！舅舅，动手啊！臣在这里等着给你收尸呢。你以为你死了，我就不敢杀掉这里所有人？跟着我说，恭送圣上宾天！恭送圣上宾天！恭送圣上宾天！飞鸿击大破，我要你做我的王妃。我凭什么出去？你的王妃？呸！你瞧瞧你这猪一样的身板，除了吟诗作画，其他什么都不会，你配得上他吗？散朝吧，去和班若告状。一定要去。你身为长子，连和弟弟抢皇位的心思都没有动过，又懦弱又胆小。除了耍耍你的一文钱也不值的皇帝威风，还会做什么？你配得上他吗？啊！他是我的女人。你胡说！像你这种一无是处的，般若如果不是跟我闹别，怎么会选择你？怪不相信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骗自己啊？胸口之下三寸。要是有人敢传出去，我就放掉他们全身的血，给你做胭脂。